约翰他设计了一根这个绳子，然后呢来固定他的身体转向这个船的外面，所以他需要现在他用那个滑轮，这个用这个绳索的这个滑轮把自己吊高离开这个船，小船，然后呢他轻轻的用那个绳子一卡住，那么他就吊在空中了。这样他要转方向。You don't need this saw, this, yeah? You don't need. Yeah. Need? Yeah. Okay. 他需要这根绳子，然后继续把自己转入水中。有看到这个船的脚脚上。Honey, I heard some worry. Yeah. Are you broke?Yeah, a little bit broken, the feeling, the sands. I don't know. No, broken. I hope, no problem. 现在整个这个船有点倾斜，因为它200多斤的这个重量的身体在那搭在那儿。那它现在可以那个绳索上面的那个后啊那个钩钩挂钩一松开，它就可以往下把自己用滑轮绳索。Water's cold. Yeah. Very cold. 把自己就放入水中了。这是他，这也是约翰聪明的地方，这所有的东西都他自己设计。好。It's okay. You done. Excellent.